好意思，小心。天哪！您头发没？太紧张了。太紧张了。对呀、啊。他一直在下面，就说他热。在这边跑，但是问题要。谢谢面子。我想夏天吧，那小心，对那个，没关系，对他最近也比较多时间在运动，对啊，没有就想说太热了，把头发先剪掉一些，这样比较凉快，还可以吗？可以，我看怎么样都好看。最近呢、啊，其实就在做一些自己的准备，看要开始就是慢慢的进入那个豆哥的一个新的一个东西。那出戏的内容可以透露一点点吗？内容就都不能讲，因为豆哥有交代过，他很多东西他需要保密，所以现在就是他就是 love， 那希望他只是说那希望把那个爱传达出去。这我不能说，他说他，我说他就告我。好，再一题。嗯，对啊。后面这到时候反正遇到豆哥的时候，你们再问他，他应该有很多秘密武器。对啊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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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滚吧，阿信。直接就讲了。不是挺好朋友，就是。一般演员能够做到像 AD 这样，我觉得非常不容易。希望大家都，叶姐也是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进戏院去看国片，我想这很重要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来，来这边请。